是现在不得走出一幕，想要掉进他的祝福，最后慢慢被征服，这世界的人物都发出人间天赋，下去是一个外国的西装，一个高富帅，从第一天就不止拥抱的胸部，我们的命运大不相同，你让我来操作，从来不屈服，我站在战场上说，我的心中无限的孤独，像极限的战场，我们为何站在这样的地方？Yeah.